兄弟们，最近不是有大批的粉粉们马上就要临近期末考试了吗？也算是对今年努力的付出取得一个不错的成果。那身为蛋蛋派队，是不是也应该有个期末考试啊？来看看今年努力付出的成果呢。没错，就是这张地图，资深蛋期末考试，这都有131万人考完了呢。通过取得满分人数的概率也仅仅只有50%。进入地图，机器人小手一拍，考试正式开始。第一道题呢，是蛋仔烘焙屋这张地图。身为 S6 赛季诞生的地图，我们会的不仅仅是这张地图的思维跑法，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牢记。传说，在一个甜蜜的午后，糖果森林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邪恶的巨龙将沉睡树吞噬殆尽，勇敢的冒险者们挺身而出，他们翻山越岭，终于来到了邪恶巨龙的面前。第二题，大飞行家。本次蛋菜的期末考试可谓是融入了多种地图的跑法，经过一年多的磨练，反正我是掌握了这张地图。第三题，彩虹冲刺，这不妥妥的送分的题吗？别告诉我你不会，我把鞋吃了。下一道题呢，是多管齐下，只要掌握好了位置就能直接。在做这道题的时候不能分心，找准落脚点才能很轻松的拿下这一分，我看谁还不会。来到下一关，急速飞跃，和多管齐下一样，思维打开不能心急，看着眼前的地图好好思考这一件装遇见的这道题你又是如何应对它的呢？下一题，七彩旋律。好家伙，既然这么多的考生在求稳的过程中，速度也要跟上，就像你做每一道题一样，要认真的思考，不管对与错，选择才是最重要的。到了划船这道题，此时就体现了我们今年刷题刷的究竟够不够，所以我知道这不就是恐龙赛季的峡谷漂流吗？只是这划船的速度还不是，哥们儿，你该减减肥了呀，你妈。后来经过不懈努力，我们也是成功完成了这道题。那么这最后一题的压轴大题，你们知道是哪张地图吗？没错，就是云云穿梭。不仅题目一毛一样，就连跑法思路也是毫无区别。就这样穿过最后的这一道门，今年我的蛋蛋期末考试也算是考完了。那么你们的期末考试呢？